气源保持直线滚行，比拟13度仰角最佳气动力姿态减速。这种操作方式可有效减少轮胎。保持最佳落地姿态，准备实施战术短场落地。战机通过轻足区做最后仰转操作，主轮出地。飞行员操控战机，保持战备道中线滚行，维持适当仰角，运用气动力减速。正无边，再次确认完成落地检查表，飞行员操纵飞机继续进场。目前通过清除区调整最后进场风速，主轮出地。现在 E2K 1年2000型机已降落于屏东战备道。